TDWG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。 大家好，我是慈慈。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慈慈来参加我们 TDWG 的访谈 Q&A， 那么我们就赶快进行今天的 Q&A 问答节目吧。慈慈，我想问你，在交往时期你会接受 AA 制度吗？会。哦，会哦，这么大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现在很多都不会哦。但是我觉得男女要公平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为什么我们前两集拍的那个女生回答不是这样子？可能我比较特别一点。原因是什么？对，我比较好奇。但是我没有到希望，就是说那一餐，然后完全大家就是平分。我可能会希望就是他付一餐，我付一餐的那种形式，就是另类的 AA，没有到非常，没有到那么锱铢必较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回答在我们频道算蛮新颖的，你算第一位愿意支持 AA 的。这样那个荧幕前的各位，你们知道慈慈的答案了吗？以上内容就是我今天询问慈慈的 Q&A 环节全部答复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多宣传我们 TDW 群频道，这个频道能让更多人看到，然后加入会员呢，我才有更多资金请他们这些漂亮女生来录制这些节目。那么又到尾声了，跟各位说再见了，我是 Sky， 下期见。